我今反正放光表演下也十几年来了，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回到家里，那椅子坐上的时候有一条红龙来。红龙。对，好像我还跟他摸，我说你是不是要带我去玩？他跟我点头。他听得懂哦。哎，他听得懂。啊，我跟他这样抱着，我就坐在他上面就去玩。他带我到大陆的广东省，那边去玩。你去过没有？广东省我没有去过，而且完了以后回来，又过了几天，我在店里，我本身是卖彩件、漏透彩的，好卖那几十彩，啊，那有一条那个龙来，那就不是红龙，来了又从我在店里这样转，我说你今天又是不是要带我去玩？他又点头，点头。那时候我就很忙，我说今天没有空去玩好吗？他又跟我点点头，他又走了。过了几天就坐在那个马路上卖即食乐了，没有客人来，我觉得很渴了，想要去喝茶，结果我的手上出那个杯子有没有，那个茶好烫哦，就烫到我的手，我讲了之后手就这样放掉，结果那地上看有水，真的那个茶就掉下来这样，那过路人就看，说阿姨阿姨你是怎么样啊，你的手怎么这样？我说没有没有，我就我自己心里知道，我就感恩本尊，感恩本体这样子，那个茶就没有。后来有又等了差不多几分钟，就有一个太太买菜回来，她说我跟你买一张漏透彩，我说好。那个西瓜呢？看到买到蛮好吃的这样子，结果一下子就出在我那个桌子上，就给我吃了哈。还吃有一天到三点多，那中午就没有吃饭了。那隔壁两边都是卖吃的嘛，那个烧排骨饭啊什么很香。我说很香，那来吃多好，现在肚子饿饿了这样子。结果一下子又出一盘在我的桌子上，我又吃了。我整整的连续三天没有吃东西，就吃这样子，一想就有，一想就有，三天没有吃这样子。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，我就很喜耶。上次差不多十年了，八年左右，本尊有跟我开示说，我先生有一天会回来跟我讲说天界有多好多好。就是九月初的时候，他真的就回来，他做一条龙回来。回来的时候一回来，我就也无意中看见他，我说他怎么会回来这样子？我说你真好了哈。他就一回来就把我手一牵着。我们家有，我常常希望说我家里弄一个小光堂这样嘛，就牵我的手，他那来牵我的手是那肉肚都是活生生肉肚，他也是长得穿西装这样子，就跪在那个我们那个小光堂，就跟他本尊叩头，分身叩头，我说你现在到天界去，你那么偏心，一个担子丢给我了哈，你在极乐世界逍遥自在。他说我在极乐世界多好，我说有多好，我也知道好啊，是你自己把一个担子丢给我啊，我就这样讲他。他说每天都跟同道人一根分身泡茶。他说我们那个住的房子都是金子哦，也有你名字哦，以后你也可以回来。我说我知道啊，我也跟他很喜悦。他说你不是说常常说过吗？人没有活那么多岁了啊。咱们七十岁左右，是啊，我有说过不会错啊。那为什么你那一个担子就丢给我，你就去逍遥自在了？反正聊了很多，最后他就说他要走了，他要走要从窗子出去嘛。他就跟我挥手，他说你七十岁的时候我再回来看你。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，我今天的讲义就这个，谢谢。你在讲你先生？对对，现在怎样去极乐世界？烧出来有舍利子，烧这一个回来和你见面的，对对对，和你再生的样子都一样，都一样。那你刚才的对话是真的人在对话？真的对话。是你有想到他思念到他？没有，我也见了十年了。不是有一种现象是你有想念到他的时候他出现？没有没有，我的心你跟你出现呢？对，没有想。就是和你平常这样那里讲话。对。而且还跟你交代七十岁他来找你哦。对，他七十岁来找我。他还没有得远生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讲，人不要活太老，太老啊，不会走不会动的话，那儿女都很辛苦嘛。那我就说活了七十岁左右就好了。常常就跟他开玩笑这样子，
啊，结果他回来也是跟我这样讲，啊，到他牵我的时候，那个手都有肉度的。他一回来，第二句都没有说话，就先牵我到那个光堂那边，两根在那边抠头。那你不会怕了哈？我不会，我完全不会怕。后来就椅子坐着这样子跟我聊天，这样子。哎，你可以和他一起吃饭，像你再生的时候，哎，那种情形，吃饭啊，或喝咖啡啊，什么都可以。一样可以。对对，而且他回来比以前好看多了呢。哦，很漂亮，很帅。很帅啊，哎哎。他这在新的时候，袂感觉帅啦，就到了这，感觉帅啦，哦，所以这种体会哦，你不用怕，这属于一种的变化身。啊，伊这个现象已经融入于生活间。我咧讲过，咱这自信身就是化身，也产生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。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，针对大菩萨啊，功法功德的卖讲，那随意变现那种平等尽致的见解，成熟说自己是一种变化身。也变化，但你本体当变化，你的先生那啥，啊，有阵是我的分身变的，伊变了你的形，但迄无我分身的体质，最主要是伊的本体的无漏种子，伊过去有听过人摄受到的，所以产生这个生活变化生，种种变化拢会达，拢是和本体有关，迄种好的真实的，實一般人你也讲听来讲不可能。你确实发生在你身上。对，我这我是不会说不可能，我自己相信啊。啊，像来买彩券那个太太买那个西瓜有没有？我说那个好好吃哦，所以马上就会吃得到啊。我过去想很注重，你说赶快有六项，就是要让你融入这生活圈。你也唔好喊我啉过茶，家己的主人有六项，而且听得到，讲哦，食会到，闻会到，六项。你每种听到，听到就成为很多讲的。成为名言种子输入里，特别一个起现心。可是你真的吃得到，口口袋动，我等下吃不到。哦，就在感冒粉，在感冒粉。所以你现在吃得到，而且你刚才讲一句话，很热，很热，那个、杯子很热，很热，我就把那个关系丢掉。看那个地上真的有那个菜。袋动干，那个半热，那个没热，那个凉凉的。所以你这无意中它流露无露种子。对。虽然我没有亲自给你带动，可是你听到了，叫做洗手成学习。听到了而成就这种，某某第二一滴无量寿经都下掉啊。第二实验，想会到、闻会到、食会到，随意变现，卧具起居、衣服什么饮食都可以随意变现，无意中的实现出来啊。对，他连续三天给我。哎、欸，好、欸、好。哎、欸，感恩本尊。所以你要假想，你现在随时想，随时可以吃的。好，感恩本尊。你的带动哦，天海之笔较重要。好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。